你们不觉得拿刀子杀人是一种很爽的事情吗？因为拿枪你拿刀还输别人，你就觉得，就会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很丢脸，很像打人家脸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超打脸的，没二十杀不关台不行啊，关不关得了台我都不知道了。我来了，他整天都在那边偷玩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开麦给大家看一下你平常的样子？怎么样？你是说这个吗 ？Hello。平常就是这种，你刚才有这样子，平常没有，平常就是一个，并没有和蔼可亲的玩家，好不好？并没有，我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玩家，大家要加油。直接就嘿 bitch， 没有吧？我不是那种人啊，半夜的时候都直接开吗？嘿 bitch， 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是那种没有品的人吗？然后打爆别人这边 T back， 然后蹲在别人脸上蹲蹲蹲蹲站站蹲蹲站站，然后还打 easy， 我没有打 easy， 我承认前面两项，我不承认 easy， 我被台湾人吗？哎呦，我不是台湾人，我好坏啊，好笑哦，你飞。非洲人我知道，李非洲人我知道，好笑，李非洲人我知道，没有错啦，我是非洲的。你看拿飞刀盾，根本来自杀的、啊。你为什么把我给炸死？我只是来观察的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炸死？我路过的有事哦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以后不要在阿神旁边，他手榴弹会炸自己人。笑死我了！我只是一个杀手，他一等呢、欸？真的、啊？你跟他讲话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不是一等，你要跟他讲话吗？哎，兄弟，你是杀手是吧？我是你杀手的杀手的杀手啊！我讲什么东西？我在讲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我是你小你他妈的飞刀啊！这个是我们这一队的。你长得好丑哦，是吗？你跟他说杀手你没戴面罩。哎，杀手你没戴面罩，好丑啊！我天哪！我天哪！造口业啦！各位，你们知道绝对不是我讲的、啊，是那个阿成叫我讲的。哎呦哎呦！切！嘿咻，一刀！一个！够够！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哦，我预瞄了，我太他妈烂了吧！这边很强，对面，嗯。很强是吧？很强是吧？哇，三杀 ，OK， 直接叫。这次一定要二十。哎呦哎，五杀哦！我被屌虐了。哎，真的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杀人数啊？队友，就你一个人啊？对啊。What？ 怎么这么强啊，大哥？这难道是？没有杀。对面也是在叫空投。对面也是有坦克啦。击杀了。八杀，哇，可以可以二十杀，可以二十杀，可以可以，我来帮你们追回来，我帮你们追回来。小光是他们的杀手，的。杀手给力点的那个杀手，谁？他是我，发什么事？No， 太远了。可以吗？追得回来吗？啊！哎，有炸到人。在九分，在九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拿霰弹枪真的跑步杀不到人哎，枪的速度太慢。
有，有。踩到，我好强哦！我在，都是人，哪里哪里？我们刚刚你刚刚离开的地方，哦，矿场，哇，好痛，哇，他狂丢我炸弹，没关系，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有追上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六，不错地方了。追得回来，追得回来，枪不稳，枪不稳。剩五分，哪里哪里？他们在他们家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没有人帮我，可恶！那个，啊啥？杀掉、欸！我发现我空投叫出来的东西不太好。啊有呀、啊！追追平了，追平了！啊没有没有没有追平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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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平，有，碎了碎了，我分数也拉上来了，碎碎碎，救了你命，碎碎碎，有，我再帮你们交一个空投，你们自己拿。我发现我空投拿的都不怎么好。哇哦，分数追回来了，追回来了，追回来，追回来了。嘿咻，追过去了吗？没有，平平平，持平。有。各位，小光太给力了，冲啊！各位，二十杀了，让你们知道刺客流的厉害。哦，达成目标，我终于可以玩枪了。嘿，想干嘛？哎呦，七十一了，七十一了，各位反败为胜了，各位，冲啊！哇，我们好强哦，小光太强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哎、欸，被追回来了，加油加油，各位，再两杀，飙死飙死。前面有一个，正前方有一个，正前方有一个。这边啊，小光 ，sorry， 我今天差一分，差一分啊，各位 ，sorry。哦，不会 ，carry 了我们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打着打着，突然追回到第一名。对啊，第二名啊。第二名哎、欸，好强啊、喔！好像超烂哎、欸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表示我们十分钟的时间其实是很还是很有机会反杀的。我有盾牌了，耶、yeah! ！我有小刀了，耶、yeah! ！恭喜！
嗯。